看起来不像的人，就是我对，然后这首歌就是，其实我们今天这一系列都是在讲他前女友啦，就年纪轻轻就谈恋爱，我也不知道现在小孩子到底怎么了。然后反正就是恋爱失恋，恋爱失恋，所以就很多首歌这样。然后这是他第一首，就是好像是真的蛮痛的一首歌。然后我只损他。谈恋爱的时候，就是一起搭4:30的公车，然后就里面都在讲他们的回忆啦。啊，你等下不要哭，因为你要弹吉他。啊，那么就直接开始好了，大家就听歌词的内容。
曾经。